姬和川，此处地险，切切等我回来一起寻。 小师姑，你没听说吗？小师叔要去白鸟岛向华叔殿下求亲了。求亲？他要娶华叔？小师姑，你怎么了？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的样子，你不会是不想让他去吧？我怎么可能？这阿音。 你回来了，我知道，你要去白鸟岛求亲。刚才青霖已经跟我说了，那你要是去的话，就不用磨磨唧唧。对，你这个人做事情就是喜欢磨磨唧唧的。你要是去晚了，华叔公主就会被其他仙女给抢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对她一直一心向往，所以就要趁此次机会，能够好好表现。 梦回谷，地势偏僻，密林繁茂，凝云山可能的藏匿地。齐远山和风川下地貌诡异，容易迷路，妖族更难进。等我回来再去寻。齐河川此处地险，切切等我回来一起寻。